今朝吃冬瓜鱼鱼片汤。冬瓜鱼鱼片汤，那烧过吧？我烧过几次了，老好吃的。大白天哦，阿拉要多吃眼消暑的蔬菜。冬瓜现在老便宜的，一块多洋钿好买老大一块。拿冬瓜摘成薄一点的片，烧一只冬瓜鱼片鱼鱼汤。鱼片我用的是姚奶奶屋里向的面汤面线黑鱼片，搿侪是用黑鱼的中头片成的黑鱼片。黑鱼肉质鲜嫩，富含蛋白质。外加咖喱下去隔手，一包只要10块左右，跟冬瓜搭配，清爽肥美，是一道老好吃的华林营养汤。处理水烧开，关火，拿黑鱼片倒下去烫，等黑鱼片卷起来，捞出来备用。再搭配眼鱼圆、西施韭菜、毛豆，油熬五六成热，拿葱白、香片倒下去煸香，拿冬瓜、毛豆倒下去快速煸炒，加眼盐，翻炒炒匀，加入清水。拿韭菜细丝倒下去，水烧开，盖好盖，先烧3分钟。拿鱼圆倒下去，再烧2分钟。最后拿烫好的鱼片倒下去，加眼松鲜馅，加眼胡椒粉，再滚1分钟，关火，撒眼香菜辣海。冬瓜鱼片鱼圆汤出锅了，搿是一道咖喱不美的荤素营养汤。夏天清爽爽口，吃得下去，特别适合现在搿种天气吃。鱼片肉夹起嫩，嫩而不腥，跟搿鱼搭配，相得益彰，鲜来食汤。谢谢观看。